今天我们猜掌管各界的神。第一个掌管太阳的神，太阳属火，肯定是火神祝融。哎，你是太聪明，但是不对。给我个提示。好，你要提示是吧？一个关于太阳的成语。后羿射日，后羿。哎，那就是夸父之日，肯定是夸父。聪明啊。羲和日月，羲和嘛。哎，对了，是羲和。下一题，掌管月亮的神。这样，为了更密集一点，我也给你一个提示啊，关于月亮的成语。嫦娥奔月，嫦娥。哎，不对，但是接近了啊。长兮暮月，长兮。哎，对。下一题，掌管春天的神。春神。你这么聪明的。春天到处开花，应该是花神。我看你是犯花痴，春天容易犯困打瞌睡，肯定是睡神啊。你除了吃就是睡啊。春满花开应该谈恋爱，那就是爱神。你看阿叔没看出来你是恋爱脑啊。是公王啊，他负责草木的生长，然后呢是掌管农业生产的。哎，对啊。你怎么懂这么多啊？因为我一直在玩左下角的山海经啊，顺便复习了。还是之前推荐的那款吗？是的，不过这次更新了小游戏版本，不用下载，一手都做了技术升级，种类更多，属性更强，一秒开启称霸之路。我也在玩血袋孵化和一手吞噬，可太爽了。对啊，还新增了野外探索系统，遇到低阶的一手直接吞噬进阶，高阶的也能捕捉收集，不想干的还能直接用新人上线的1288抽，一键搭配自动挂机，助力成仙。山海老玩家还有额外的福利和专属礼包，快来左下角一起称霸蛮荒吧。好，先答完题啊，下去吧。下一个掌管夏天的神。夏天。嗯，吓死你，吓死我了。夏天属火，应该是那个火神祝融吧。哎，对了，掌管秋天的神，这个有点难。那太难了，秋神。还丘比特呢，秋神。秋装萌是吧？秋天落叶的神。难为你了都。嗯，不低调。难为你了啊。入收啊，代表生产丰收的。哎，对，下一个掌管冬天的神。你看过那个张无忌吗？没看过，不是我这个年纪看的。哎，那个玄明啊。哎，对，玄明二老嘛，玄明掌管干旱的神。干旱水神。掌管干旱是水神。旱魃。哎，对，旱魃政治了，可以啊。掌管疾病和灾难的神。王母。哎，算你对吧，他叫西王母。掌管昼夜的神。烛龙。哎，这你都知道，你偷我答案。掌管百鸟的神。百鸟。嗯，少昊是吗？哎，对了。下一个掌管洪水的神。什么洪水？不知道。哎，我也不知道。哎，水神共工。看来你玩山海经收获不小啊。掌管风雨变幻，主宰大地山川的神。土地公。她是个女神仙啊。女的，女性神仙。土地母。跟我闹呢，那必须是后土娘娘啊。哎，对，她叫后土娘娘，皇天后土的后土啊。